全台关键倒数，蔡英文周末浮选行程排的是满满满，光是礼拜天一个晚上，双北连跑三场，要替立委参选人暖场拼人气。我们的价值，我们的选择，就是保护这个国家，保护这个国家的主权，保护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。民主进步党一定是可靠的政党，一定是你熟悉的政党，一定是你的好朋友的政党，我们投给好朋友，好不好？立委总统政党三张选票，蔡英文不忘喊话，最后催票。而党内大咖也倾巢而出，包含民党主席卓荣泰、秘书长林非凡及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，民党全体动起来，不敢掉以轻心。我们要在这一次，我们要延续改革、坚持改革的道路，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冷静、务实、理性的总统。政党票，拜托请支持民主进步党，好不好？民进党上下各地串联就。